70%的同学会收看我们的影片。大多数的同学觉得这些影片对于他们的人际互动是有帮助的。多数同学也希望在下学期还能继续收看影片，还有给予我们题材上的建议。虽然我们最后成功的完成了挑战，但是却没有如预期中的顺利，因为我们自认为办了一个很棒的活动，开放了一个很舒适的空间让大家来，却忽略了学校这个开放空间会让来寻求协助的人无法保有隐私。因为一靠近这间教室，大家就知道你是要做什么了，而且要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袒露自己最真实且黑暗的一面，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所以我们才会将活动方向转为向大家传递人际关系中需要注意的行为与态度。在拍摄影片的过程中，不禁也会检讨自己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有影片中那些不讨人喜欢的特质。所以我们觉得让大家在发生问题之前就先有自觉地修正自己的态度，应该就能减少让人际关系恶化的可能性。我们觉得知道如何跟别人拥有良好的互动这件事情比学科的学习来得更重要，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学校这个群体，但是我们仍然在社会这个大群体当中，有人的地方就会需要互动。希望我们在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以及经过这样的活动历程后，可以帮助我们以及大家在幽默且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一点一点地调整自己。改变自己一点点，友情快乐多一点，耶、yeah!